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Regine， 欢迎大家来到名人站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又到我介绍新代的时候了。我们名人站呢就回到这个新代啦，在眼前呢就是这个 Bullet 1923的新 size 25 size。我之前都有介绍过 Bullet 1923的25 size 呢是新推出的。咁有啲人會覺得點解會叫布列1923咧？咁佢同布列有咩唔同呢？咁其實咧，布列1923同布列唔同嘅之處咧，就係佢中間咧就冇咗一塊圓圈嘅皮，咁布列就有嘅，咁布列1923咧就冇嘅。咁佢呢一個咧就係更加低調啦，而且咧呢一個顏色咧係呢一個 Y7 嚟嘅，咁佢中文咧就叫風布藍。咁佢同63色的杏仁綠咧係有啲相似的，只不過呢一個顏色咧係深啲咯。咁加上咧佢個皮質係用咗呢一個 Epson 皮啦，咁大家都知道 Epson 皮係非常之耐磨啦，同埋佢嗰個粒紋係比較幼細嘅。咁個袋用得耐嘅話咧，亦都可以保持個袋嘅形狀啦，即係依然都係咁挺身嘅。咁佢個設計咧，布列1923嘅設計係做咗上窄下闊嘅設計。咁而且咧，佢底部咧亦都有呢一個5釘去防止呢一啲4角去磨損咯。咁所以呢一個設計亦都非常之細心嘅。咁另外佢亦都設計咗個雙手柄啦，咁可以俾你手拎或者手玩嘅。咁亦都呢一個位亦都可以俾你綁絲巾啦，即係可以有自己嘅特色咯。咁我打開俾大家睇下佢容量空間。另外咧，佢因為咧呢一個咧係配上呢一個金扣啦，咁所以咧令到佢呢一個顏色咧更加突出嘅。咁佢個配件會有一條肩帶啦，咁我個人認為咧，佢條肩帶咧就比較短啲，就即係適合單肩孭，唔適合斜孭咯。但係其實佢斜孭都斜孭到嘅，只不過咧你孭上身嗰陣時，佢個手柄位就會頂住咯。咁另外佢亦都會有呢一個鎖頭同埋兩條鎖匙嘅。咁鎖頭同鎖匙你亦都可以掛喺個袋度作為呢一個裝飾啦，同埋佢仲有一個用處咧，就係喺條鏈嗰度咧，即係拉鏈個位側邊咧，咁你就可以扣住佢，咁非常之安全啦，唔需要擔心人哋偷嘢啦。但係如果咁樣樣扣住嘅話咧，我就會覺得即係你開嘢同埋放嘢嘅話咧，都係比較麻煩嘅。咁我打開入邊嘅容量空間俾大家睇下啦。咁佢個設計咧就前後亦都有2個貼袋俾你放嘢啦。咁另外中間咧就冇任何間隔嘅。咁其實佢個容量咧都算足夠，你平時出街即係女士要放嘅嘢啊，或者化妝品咧嗰啲都冇問題嘅。咁我孭上身俾大家睇下佢個上身嘅效果啦。咁佢即係佢個肩帶嗰個扣咧，其實係呢個前後扣嚟嘅，咁所以都非常之特別嘅，唔會話你單邊扣嘅話咧，驚個袋咧係向前傾啊。咁佢呢一個設計咧係前後扣，所以就唔會有呢種情況嘅出現啦。咁其實咧，佢呢一個顏色咧都非常之百搭啦。咁同埋佢一年四季亦都可以襯托到，唔會話即係夏天就襯唔到啊咁樣樣咯。咁大家都睇到單肩孭嗰個長度係去到腰嗰個位啦，咁你都可以手拎或者手玩嘅。同埋咧，佢呢一個係牛皮製造啦，都非常之輕身噶。好啦，我今日介紹嘅就係咁多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一條片啦。如果大家對呢一個袋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過嚟尖沙咀門市，亦都可以下載我哋名人站 Apps 購買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仲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，拜拜。